什么？欢迎收看小吴的杂志拍摄 vlog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现在去那些皱纹压一下。谁有皱纹？你才有皱纹。哼。大结构，先有一个，它非四个眼影，它必须是冷调的，冷调的，不能是这种软调的。然后眼睛，涂一涂。大睫毛，刷好一层。这个睫毛挺好，我的天哪！太假的了吧，这是。五几年吗？真快。哎呀，他给我粘毛了，你跟做手术一样。想放大眼睛，而且又要把眼睛拉长，我这个睫毛真的适合 everybody。你学会了吗？眼一下变大了。是吧？变长了啊，好美！不是也是美，不是也是美。再来个性感红嘴唇，性感，特别性感。真佩服。画完了，臭美一下吧。今天的妆容我真的太喜欢了。